嘿，吃不胖的小姨妈来喽！最近我儿子呀，天天缠着我说，日子呢还是不够甜，想要来上一个甜甜圈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给他一起做一个吧。先送哪儿呢？弄一个这个圈圈按出来，据说把中间掏空了，就可以变成一个甜甜圈喽。你喜欢甜甜圈吗？哦，哇哇，它要裂开了，这个蛋糕烤得有点酥。一二三，下去吧。哇哦，你们看。回弹力好强哦，再来一下，嘿，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能不能把它拿出来了。哇，这个蛋糕烤得太好吃了吧，这也，哇，很漂亮是吧？这个圈还算正吧？那我们从哪个颜色开始呢？我想想，先来一个大红色。哇，这个颜色我跟你们说，可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出来的，跟我口红一样红哎。希望看到这个视频的你，在接下来的一年当中，一直都是红红火火，好运当头。哇，好漂亮，好漂亮！哦，把这里给它填满掉，这也太好看了吧！这么红的颜色，应该一定很好吃。果然，红苹果的味道，牙齿都红了。那我们放点装饰嘛，放点什么？放点这个。红色怎么可以离开金色呢？来，放个金豆豆在这里，再放一个，再放一个，我要给它来上一排金豆豆。好，那这边再来一个，然后再来两个，放上一整排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不要掉下去，中间是个坑。哇，好漂亮啊！哇，怪不得我儿子说喜欢呢。关注我，下个视频我们一起来爆开它。